欢迎来到今天的开箱特辑。今天带大家来看的就是位于普吉岛悦榕庄旗下的天空苑公寓，哇，实景房哦，看一看。其实在一年半以前我已经带大家来看过它的样板间了，但如今我真的非常激动的是什么，来，我先带大家来看这个，哇，真的太美了。这里你看我身后的这一片是真正的悦榕庄高尔夫球场，如假包换哦，我后面这个景是真的景哦。所以在这里呢，其实它已经是顺利的交房了。如今来看看实景房是什么样的吧。入户以后，在我的右手边这里是一个鞋柜、橱柜、挂件柜，那么所有的你的这些什么衣帽啊都可以放在这里。好，那我的左手边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了，你看所有的这些家用电器，包括油烟机、电灶，还有一些设备呢，都是帮你配备齐全的，所见即所得。在厨房的旁边就是我们的客厅，这个客厅呢也是很宽敞的，而我真的是太喜欢它的这个落地大窗的设计了。刚才站在那儿，我看到了不远的地方，那有一个沼泽地，然后有很多的牛群，真的太棒了。我现在要带大家看的就是主卧室。悦榕庄的房子不得不说的一点是什么呢，它在公寓的设计上面很多时候用的都是推拉门，这个设计呢就非常非常的节省空间了。而你看我面前也有一个双人床，这就是我们的主卧，通透的落地大床。但是我还是要说它的景真的太美了。而这里呢，它是和客厅的整个阳台是连通的，也是非常的方便，而且更加的宽敞。在主卧的交房标准当中呢，也是这样的一个衣柜是有为你配备的。而打开门以后呢，里面就是我们主卧的卫生间了，干湿分离的一个设计，使用起来非常方便。来，接着带大家看的就是次卧。次卧呢是为你配备了两个单人床，那这样子再使用起来呢也很方便。而这里同样的落地大床设计，这个呢就是另外一个卫生间，这个卫生间也是干湿分离的一个设计，那是单独隔开的，同样也是可以作为朋友来到家里的时候作为客位来使用。天空苑，那说到天空肯定要看天台什么样，走。哇，一踩到这里就真的完全感觉不一样了。这个是塑胶的一个地，就是适合慢跑的那种，它是带缓冲的，所以当时天空苑在整个设计的时候就把这个慢跑的这个功能呢是设计在了这个当中。你要想傍晚看着夕阳，然后一边在这里慢跑，也是一个不错的生活享受。在天空跑道的旁边呢，就会有一些这样的康健设施，那么大家来到上面都可以使用它。你看我旁边这里，它有一个 BBQ 的自助台，这里也是业主都可以来使用的。如果你在家里不方便烧烤，又想和朋友小聚，想做一点好吃的，烤一烤肉，来吧，来这里，和物馆预约好就可以使用它喽。顺着健康步道，我们去看泳池。这里就是整个项目的天空泳池，真的太美了。有朋友可能会问，哎，天空步道那么短怎么跑步？没关系，天空步道是 ABC 三栋它都是连通的， A 栋和 B 栋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而 C 栋现在正在施工当中，很快也就交房了。这里就是小区的一个中心花园，而那儿呢会有一个小小的模拟的高尔夫球场，但是在这里你看我身后一草之隔，真正的悦榕庄高尔夫球场。今天为大家开箱的这一套呢，是位于普吉岛拉古纳社区悦榕庄旗下的天空苑，这里已经是可以来入住了。那么今天的这套房子是60平米，两个卫生间，两个卧室，一个客厅，一个开放式厨房，还有一个通透的大阳台，所见即所得，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里，真的这个阳台景太美了。而整个社区当中所有悦榕庄旗下的这些酒店也好，高尔夫球场也好等等，你都同时可以拥有他们的会员折扣价，非常方便。我是牛仔裤，我们下回再接着去开箱，拜拜。